距离元宵节还有六天，2月13日下午，据媒体报道，2019年春晚原班人马正在积极筹备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。元宵晚会由春晚原班人马打造，在晚会风格、内容搭建、舞美设计等方面一脉相承。主会场视觉包装升级亮相，内容呈现方面，央视元宵晚会涵盖歌曲、舞蹈、相声、小品、杂技、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，为观众呈现热闹纷呈、欢乐喜庆，同时饱含民俗气息的联欢晚会。节目惊喜不输春晚。